donkey and you wanted the donkey to move forward, you could use the carrot as a reward. And you would hold the carrot up in front of the donkey and the donkey would step forward to get the carrot as a reward.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，五个方法来激励自己保持自己学习外语的热情。好，第一点呢，就是拿出一本日历，然后在日历的每一个日期上面，当你今天学习了之后，你就画一个勾，然后或者是拿一个日历的笔记本，然后每天画勾，然后还可以标上你今天学了哪个句子或者是哪个单词。那么最简单的就是日历上面直接画勾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方法我觉得好处是呢，当你做了30天之后，或者是3个月之后，你再回头去看自己原来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会有一种成就感。那这种成就感会促使我们继续的往下一步去进行。那当你积累了1年之后，你再回头看，即使每一天学的很少，但是1年下来其实也是积累了一些东西的。因为如果这一年你每天并没有用这个小小的时间去做一些事情的话，那么时间是过去再也回不了头了，那知识也没有增长，即使是增长一点点，那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种成长。第二点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，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，那么你就要找一个学习的 buddy 跟你一起共同进步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成年人，已经有小朋友了，那么我们要陪小朋友一起去学习，而不仅仅是跟他说你要学什么东西。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有了小朋友，已经做了妈妈，然后我就听到有的姐妹就说，因为她当年呢没有考上名牌的大学，那她一定是希望她的小朋友可以上名牌大学，可以有更好的荣誉。但是我发现她自己呢并没有去努力的去学习，她只是每天催着小朋友去学习，然后小朋友就搞得很紧张。那我觉得我们作为大人呢，我们要给孩子做这个榜样，让他知道其实家长也是在努力进步的。那家长到了这个年纪都这么努力的去学习，那你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学习？我觉得做榜样的效果会比你只是逼他去做一件事会更有说服力，因为他看到会比他听到的会更有感受。那么作为大学生呢，建议大家可以找一个跟你共同兴趣想要共同学外语的朋友，去一起来督促对方，然后一起可以互相的交流，这样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的方式。好，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初开始说的那段话，如果你有一头驴，那么你又希望这头驴为你工作走得更快一点的话，那么你要给他一些奖励。那么这头驴呢，为了得到这个红萝卜呢，它就会走得很快。所以呢，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。那比如说我今天完成了我的学习任务呢，那么我就奖励自己一块巧克力。那因为平时可能我们不能够这么随意的去吃巧克力，因为我们要保持身材，保持健康。然后还有就是呢，如果一个月我完成了这个学习任务呢，那我们就可以奖励自己买一件稍微贵一点的礼物，因为平时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件奢侈品，但是在自己给自己定了目标，定了奖赏之后呢，也许自己就会更加有动力去完成这个任务。第四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，大家给自己定一个未来的目标。比如说我现在在教授日语嘛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听我这个日语的课程，因为我请了两个出生在日本的小朋友来帮我读音，他们读的是非常标准的东京音，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好，那我们学习英语呢，我们从小都在接触英语，所以我们即使现在可能忘记了一些，但是当你再重新拿起英语呢也是非常容易的。但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那日语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是一门全新的语言，当你开始学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会觉得很枯燥，会遇到一些困难。那当你要放弃的时候呢，你这个时候就要幻想一下一年之后你可以去日本旅游了，你可以自由行了，你可以简单的跟售货员进行对话，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去查路线，自己去看懂地铁路线，然后不用跟着旅行团，不用任何人的翻译，你可以大概了解这个日常日本的生活。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呢？
第五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机会去你学习的那门语言的国家去旅行，然后尽早的呢去接触一些 native speaker 母语说那个国家语言的人，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练习你的语感，然后也会更加增加自己的兴趣。比如说，当我们学了1个月、2个月之后，那进行简单的对话，我们即使没有用正确的语法或者没有用正确的单词，但是我们确实把这个意思表达的对方能够理解了。当你能够感受到，你可以跟对方进行不管是加上身体语言还是怎样，你能够跟他交流了之后呢，你会觉得其实是一件很有趣儿的事情。所以尽量去寻找一些native speaker 去跟他们进行交流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然后我听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，他们非常喜欢日本。一提起日本呢，我几乎是所有的朋友都觉得，东西很好吃。然后这个社会上人文的感觉，人比较文明。那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居住在上海，然后他去了东京旅游几次之后回来就跟我说，纽约和伦敦呢，他都觉得跟上海没有太大的分别，因为上海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大城市。但是他去到东京住的时候呢，就觉得东京真的是有区别的。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做投资移民去日本生活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我的日语的课程，我也会参考很多的专家的讲解，我也会根据我自己学习语言的一些经验来设计这个课程。不管大家学习哪一种语言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以上的5点来激励你自己越学越好。好，那祝大家在学习外语的路上顺利跟愉快。